Hello, Jessica 嘅读者你哋好，我系 Vivian 杨秀慧。咁今次咧就有机会拍《大帅哥》呢套剧啦，同埋有机会同张伟健合作，咁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啦。咁之前曾經都有迷茫的時候嘅，都有諗過，自己究竟是不是適合娛樂圈啦？咁自己究竟適不適合做演員啦？自己的演技是不是唔係好掂咧？咁都有諗過呢些問題嘅。咁直到而家啦，咁有呢一套《大帥哥》呢一個角色，呢一套戲同埋呢一個角色。咁終於憑住呢一個我初頭以為會擔心觀眾會唔中意唔討好嘅角色，而得到大家嘅認同咧，咁自己就好開心嘅。咁我覺得每一位演員咧，其實最想要得到嘅就係觀眾嘅心、觀眾嘅認同。咁其實自己入行都有一段時間嘅咧，都有14年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身為一位演員，很多時候我哋都會很想在自己的演藝道路上有些突破，有些不同的發揮，所以就變成我就很想做一些很精緻的作品出嚟俾觀眾。咁反而我覺得不用很多，但是要做得好咯。我最 concern 應該就是有得發揮咯，即係同埋係有別於以往的我。咁一直以嚟很多嘢咧，其實我都是很簡單的一個宗旨嘅。就是今天的我要好過昨天的我，明天的我希望可以好過今天的我，那就不斷地慢慢努力慢慢努力。因為其實很多時候，以前可能曾經以前小的時候就會安排很多事，我一定要幾時幾時做到什麼。後來我發現，那我就發現很多事是計劃追不上變化的，那反而很多時候就令到自己很失望。所以當然我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計劃，那我就要不斷地去安排一些很小的計劃在中間，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去完成它。那可能這個過程會慢了一點，不過是慢慢朝著自己的方向去走。